为着推销各种本土语言，教育部举办全国大专院校学生的本国语文竞赛，而且这摆佫甲公司台语台、客家台佮有原民台合作。特定的大专学生，然后奖金通去领，佮有机会当进入电视台实习。台语、客语、阿美族语南做伙的番薯歌，唱出对台湾这片土地的感情。教育部在今年12月18日举办大专校院学生的本国语文竞赛，希望台语、客语、原住民语等等本土语言，唔通伫少年族群当中失落去。能够互相沟通，能够了解语言，对他的文化各方面的传承也是非常重要的。比赛除了演说伫台语甲客家语的作文部分，阁有分手写甲电脑拍字，加强学生对语言的认识。另外，教育部今年嘛特别甲电视台合作，竞赛完拿到奖，除了有奖金通摕，阁有机会进入电视台。他们也有机会到原民台、客语台以及台视公视的台语台哦来进行实习。以及攻读，这些都是他们未来职涯试探的机会，也是未来他们可以发展的很好的一个机会。比赛在10月31日之前要完成报名，进入决赛的同学每年3月12日拼出冠军，第一名奖金5500元。教育部邀请大专学生踊跃来参加。记者综合报道。